当然多少还是会有一点，对啊，因为我上次的音乐会大概是一年前嘛，所以一年的时间我会，因为这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就是有这种比较公开一点的，所以还是多少会紧张。但我觉得紧张是一种进步的压力，我觉得刚好也还蛮好的。那会最担心演唱会的哪一部分？演唱会，其实我还蛮担心，就是天气不好会不会有人冒险来的。然后，所以我昨天就一直祈祷，说希望今天可以有好天气，结果真的阳光明媚，感谢。是。他是一景，是我在这次刺猬的 MV 当中才认识的。那以前我认识的，我还没有真正认识他之前，我从荧幕上面看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甜美，然后很喜欢就是怎么说，就是很甜美，然后很天真的女孩。然后认识他之后，我会发现他其实也是有个性的那一面，而且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才能。会写歌，会写曲，会演戏，我真的觉得很厉害，真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会。因为距离上次甜蜜大概已经两三个月前，我待会一定会加油一下的。对，我们再回到那一天，对，拍 MV 的那一天。好。好。好。哦，我不敢听。你好坏呀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假装我把耳朵捂起来了，我什么都听不见了。其实他们两个是不同类型的美女耶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而且他不会写歌啦。对，所以在这一点你就赢了，对，对，谢谢，谢谢。